好，报个时啊，我们目前时间是下午的1:55我们预计呢在2点呢我们会来进行我们今天的 EDC 整个的一个线上的说明哈。那如果进到我们的会议室呢，也麻烦帮我们完成以下3件事情啊，先帮我们把摄影机及麦克风关掉一下。然后呢，可以的话呢，用你的文字讯息帮我们发出 love。Stephanie 老师，午安！我们发哥午安，还有我们台中上信的伙伴们午午安。安，午安。那我们先调查一下，在我们线上的老师如果是我们。ETC 的会员的话，帮我们打个 ETC 好吗？我们看看，几位已经是我们ETC 的会员老师了Flora 老师感谢您的支持啊。那今天呢，您要比较注意的地方是，如果你要推荐我们老师来参加的部分就是怎么来做。然后我们今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特别的企划，就是呢，我们的旧会员来推荐新会员呢，两方面呢都会拿到一个非常棒的礼物哈，所以待会可以稍微了解一下，整个的一个特别企划怎么来执行啊。一个老师午安，好，来报时一下，目前时间呢是下午的1:59我们待会呢马上要来进行我们的 ETC 的线上的说明哈。那也非常感谢呢所有上到我们会议室的老师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一年都是这几年下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执行的这个师训的这样子一个活动。那刚刚我有问了如果在线上的会议室呢，已经是我们 ETC 的会员的老师呢，也麻烦帮我们打上 ETC 好吗？
哎，让我们知道呢，是不是有些旧会员啊，也要来了解一下哈、啊，就是整个旧会员来推荐的一个部分啊。好，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2点了哈、啊。好，那我们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整个会议的流程哈。啊那一样呢提醒一下到我们会议室的老师们先帮我们完成三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帮我们把麦克风还有麦克风先关掉啊然后利用我们的文字讯息呢发出 love, 好吗那主要呢我们这边虽然您可以举手啊但是呢会议当中的进行呢可以的话我们还是用我们的会议室的讯息的这部分啊来反映一下啊比如说Benson 讲话太小声或者是整个的线上的会议室出了一些状况啊你也可以用讯息的这个部分来跟我提醒一下哈那目前声音 OK 吗如果 OK 的话帮我们打个 OK 好吗好麦克风摄影机啊 OK 哈好谢谢陈立方陈老师啊 Gora 老师谢谢好文字讯息的部分哈、啊、熟悉的的老师们都应该知道哈、啊、他会在哪边做输入哈、啊。好谢谢 Eva, 谢谢 Winnie, 好谢谢尚信。好今天呢主要来讲我们的 ETC 的会员啊怎么样来入会怎么样来保障您自己的会员的权益哈、啊。所以呢今天呢还是主要有三个事项呢啊就是最主要是两个啦啊这样就是怎么 ETC 会员的权益呢还有他的整个的入会的申请怎么来做啊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今年这个学期呢在这一期的 ETC 呢我们办了一个特别的企划就是希望我们的旧会员来做推荐的活动啊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如果我们经过以上的说明如果你还不是那么的清楚您就可以在 Q&A 这个环节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啊。好那最主要呢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 ETC 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然后它的整个会员权益然后怎么样来做入会的申请啊。当然以往呢我们东西图书呢每一学期都会办私讯的活动哦那在大概什么时间呢大概就是每一年的4月跟11月呢我们东西图书会在全省办这个大型的私讯哦那基本上呢如果有参加过我们的私讯的老师们你就知道哦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108下学期我们在东西图书私讯办的活动有怎样的一个赠品哈、啊、在那个时候呢我们108下我们送的来参加我们研习私讯的老师呢非常大的一个大礼包哈、啊、包含了一个发音的教具哈、啊、就是 Phonics Work Cards 它总共有198张的图字卡哈、啊、然后还有220张的 Cyword 字卡哦这个这是我们的那一次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礼物了哈、哦、因为它总价值就超过了1320元哈、哦、那太夸张的是呢那一期我们又送了教学挂带围裙还有48张的歌谣海报哦那这个海报呢还有包含了6张的歌谣单字哦那种种加起来呢我记得上次呢哦都有提醒来上课老师要带一个大麻袋呢、啊、大布袋呢来装这些礼物、啊、不然真的是太多太重了、啊、那紧接着呢在109上呢、啊、就是我们接近大概我们东西20周年的时候呢我们陆陆续续呢办了这样子的个私讯、啊、连同呢庆祝我们20周年的一个活动哈、哦，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就做了一个新的教具，叫做 Solid Art 的一个拼音字图字卡哈、哦。那这个也是220张哈、哦，220张，而且它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叫做拼音收纳两用袋哈、哦。所以那时候呢反馈也相当好，因为这个 Solid Art 的这个发音字卡呢，你不管教任何
的一个发音课，您都可以来运用哈、啊。不管就是你的幼儿、儿童哦，都可以非常好用哈、啊。那除了送了一个商业道字卡之外呢，我们又送了两本啊的一个精装，就是我们畅销的一个系列哈、啊，就是买 English Book 这个英文书的系列哈、啊。那当然呢啊，有了上次的经验之后呢，这次这个来的老师呢，袋子都放大了不少哦，因为都知道来参加东西私讯呢，赠品哦是相当丰富的哈、哦。玲珑一零九下的时候呢，那时候大家的反馈呢是需要有一些桌游的一些教具哈、哦，所以呢我们也研发了叫做 Love English Game Cards 这个多用途的桌游卡哈、哦。那总共呢，会有24个常用的主题，加上6个节庆的主题哈、哦、，total 30个主题呢，我想在所有老师在做英文教学当中，这30个主题都是非常常用的哈、哦，而且是必要的哈、哦。那所以呢，我们那时候研发的这个桌游卡啊、反馈也非常的好。那除了桌游卡之外呢，那时候的2021年4月呢。我们也送了故事大书哈、哦，故事大书，我们这个大书非常大本的哈、哦，如果有拿到你也就知道了哈、哦，这个大书一大本，大大一本的哈、哦，所以呢，在那时候呢，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每一年这样办的失去，每一年呢，可能都要跟大家收费，可能呢大家也比较辛苦啊、哦，那所以呢，我们就创立了叫做 English Teacher Club 啊、哦。ETC 啊，就是这个简称的由来哈、啊，就是 English Teacher Club， 就是英文老师的一个俱乐部啦哈、啊。那这个是一个教学共享啊，然后呢，希望呢大家能够在这个团队上面、团体上面呢，得到一些共鸣跟收获的一个 club 哈、啊，就是一个私讯的一个状态哈、啊。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因为大家都所属各个区域的老师哈、哦，那因为我们在各区域上面呢，有非常多的经销商伙伴呢，跟我们做非常大的、非常浓的这个密切的一个配合哈、哦，所以我们当然就希望我们来建立哈、哦，就是英文老师、经销商跟我们的一个对话的机制啊。哦，那形成一个区域的教学服务团队，然后呢能够达到彼此多赢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哈、哦。比如说你有任何需要呢，你都可以找我们区域的经销商来做协助，不管是派客啊、或者是找客啊、都可以找到他们来做帮忙哈、哦。那连同你要购买一些教具啊、教材也好，当然找他们是最快的了哈、哦。所以 ETC 就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来了哈。那我刚刚说呢，每一年四月、十一月呢，我们都这样子来做老师的一个募集呢，是比较辛苦的哈。所以我们这个计划呢是3年6期啊，因为1年2期，所以3年就等于6期。那时间会从2021年11月到2024年4月哦 ，total 起来就是6期哦，6期3年哦。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因为每次上课哈、哦，跟整个教具就是赠品，还有我们来上课的时候中午的一个餐费呢，都会包含在每场的收费当中哈、哦。那我们以前呢，上下午两场。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每一场的一个报名费呢，大概就是600块。那你刚刚有看到我们的赠品的情形，每次呢，我们大概送的赠品都会超过我们的收费1200块啊，所以基本上呢是相当实惠而且呢一定是 CP 值相当高的一个研习的会场哈、啊。收费上面也相当的正常哈，因为以往的外面的研习课呢一场大概都是300-500块钱哈，那如果大概就是半场的一个情形之下，就是3小时的课程，那上下两场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办一整天的哈，这样的收费我想大概也都差不多。那最主要的 ETC 的所有的研习课程啊、跟我刚刚说的所有的教具教学资源呢，我们都希望是由我们 ETC 的会员来反馈跟主导。那所以啦，
我们可以用计算机算一下啊，我们三年六期啊，如果每一天每一堂课啊，一整天的课程是1200的话，六期算下来就是7200块啊，7200块。那一次跟你收这么多啊，应该是没有人敢讲啊，开玩笑的。所以啦，我们 EDC 的会员是3年6期，我们才跟你收1200块。听懂了吗？3年6期啊，所以你已经有缴过费用的，你是可以上到2024年11月啊，用1200块上3年6期的一个课程啊。所以呢，换算下来呢，如果你扣除我们的中间午餐的餐费，100块好了啊，那我们呢每一场参加你就是100块。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们慢慢的也有一些线上课程的需求，所以呢我们每一场也都有线上课啊。那线上课怎么办呢？这些赠品我们会直接帮您送到您指定的住址哦。所以呢如果扣掉运费，每个老师也是每一场100块。所以你在家里上课轻轻松松的上课，然后呢所有的赠品送到你家，课程送到你家也只要100块，每一场就只要100块哦。所以呢3年6期1200是非常划算的一个研习的一个费用哦，就是包办呢我们3年6期的一个研习哦。那我刚刚说这个招募的单位就是我们在区域各个领域的非常精英的伙伴哈，比如说我们在台北跟新北的招募单位呢，就有三丰文化、子杰文教啊、易宝 Kitty、绿虫杨先生啊、阅读童年刘先生、杰特啊、然后严泰啊、还有寺院的 Patty， 都是我们在台北跟新北你可以找到他们来加入 EDC 的单位哈。那桃竹苗就由我们的杰克叔叔谢先生来做负责。台中有两个单位一个是和言，一个是上信啊。那另外呢，在彰化我们找到我们的全美的 Grace 是非常棒的一个区域伙伴啊，跟我们老师的关系相当好的 Grace 啊。所以呢云嘉南就有两个部分哈，就是康桥的八哥，还有珍惜幸福的 Vicky 啊，云嘉南哈。那台南呢也有一个专属的一个单位叫做全方位啊，如果您跟哪一个比较熟悉的，您就可以来找他们来加入我们的 ETC 哈。那高雄呢也有三个招募单位分别是Simon 还有艾米尔跟吴宝国际的 Bonnie 这几个都行啊。那屏东呢还有其他区域呢，包含离岛都是由我们邦生文化的 Benson 就是小弟我来做负责的啊。好，那如果你找得到他们的人那你要加入 EDC， 你就可以来填我们的这个会员登记表啊。那会员登记表呢会将需要您的名字啦不管是中文、英文、性别工作啦在哪所属的县市，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联络电话，还有我们的email 住址住址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要寄赠品给您的一个资讯那他缴完费之后呢，他就会帮您编上号码就是我们的会员编号。那我们会员的编号的一个规则就是我们的招募单位前面两个字加上数字比如说邦生01就是我们邦生的第一个 ETC 会员所以会员编号会有区域就是招募的单位还有一个数字大概跟大家做个说明。那因为会员编号是需要老师把它记下来，因为紧接下来呢就是我们 ETC 的第三场的一个研习要开始了哈。那待会这个部分我们再来说。那如果呢您在区域上面您也麻烦您也想说要找去
找得到他们所属单位的地址去找他们加入是比较麻烦。我们也有这个叫做线上入会的申请表啊。那入会线上的入会的申请表呢，我都有在相关的群组呢放这个Google Form 的一个连结啊。你点选下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得到啊。这个部分呢，您就要勾选我们的招募的单位。那因为你勾选了我们招募的单位之后呢，这招募单位呢，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资讯呢给他然后他会主动的用电话或者是 LINE 的部分呢来跟你联络来跟你联络，是不是非常快速，对不对所以招募单位你一定要勾选的然后接下来就是你的个人的基本的资料。那这个个人的基本资料里面还有包含一个非常重要，就是 LINE 的 ID LINE 的 ID 你填了之后呢，我们就会把你的所有的资料都给我们的招募单位，他就会尽速的来跟您联络那我知道呢，在上个礼拜呢，我们 PO 了 ETC 的第三场研习之后呢，也有陆陆续续有一些新老师有透过这个线上入会的申请表填写的表单那因为我想说要今天整个说明会说完呢，我再把这些资料集结起来把这些资料呢交给我们的所属的招募单位所以呢，你还没有收到我们招募单位的联系的你请再稍等一下下个礼拜他们就会陆陆续续来跟你联络了那另外的部分呢就是既然我们是从那时候呢2021年4月呢我们就开始了那我就来跟您说一下我们的 ETC 第一期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状态那时候呢由于游戏非常夯呢，所以我们大概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宣传那时候呢我们的第一堂课是由我们的老师来讲，叫做英文教学游戏那收获相当的多相当的多，所以呢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就把所有课堂的活动呢集结起来一次呢来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的讲师 Gloria 老师呢也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些课堂要用的一些教具所以呢在分享之余，我觉得大家收获非常的多另外的一堂课呢，我们来讲的是文法国小的必备的文法有哪些呢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常常幼儿园教完之后小朋友上了小学，可是小学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要点就是文法所以文法要怎么教，我们在那一堂课我们也透过老师的分享，把一些非常有趣的文法的教学活动还有一些重点来教授给大家我们找到的是我们的 Kate 老师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配合当期的赠品就会比较偏向于那时候的主题那桌游卡，因为我们之前送了一个上集所以我们在第一期的时候把下期也补完了补完了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送了一组游戏海报，那这一组游戏海报呢总共有六张那不管你在教幼美儿美，我现在有觉得这些游戏海报呢，在你随便带一张到我们的教室呢，我觉得都是非常可以吸引小孩子眼光的一个教具这边有一组六张的游戏海报那时候是 ETC 的一个赠品。那因为我们讲到文法会有关于写作的一个部分，我们也送了一本英文写作能力的一个养成那你看看我刚刚讲是不是我们每一期均摊下来就是200块，扣掉餐费你才有你实际的课程你只缴100块。100块呢你得的课程又得了那么多的赠品，是不是相当的划算是吧所以呢在第二期的时候呢我们就设计的以下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些我就说ETC 的会员是主导我们课程跟赠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回馈反馈的一个来源所以我们在第二场的时候，我们找到了我们 ETC 的老师 Alan 老师来分享一下英检
怎么样去做哦，那怎么循序渐进的让小孩子在英文的学习过程当中加入了英检的一个元素哦。那在常态班跟寒暑假怎么去开展这样的一个课程，怎么样去分班，课程怎么安排，教材怎么选用哦，在 Alan 老师的讲解之下，我觉得很多老师对英检又有不同样的一个看法哦。那紧接下来的这一堂课呢，是我们 Casey 老师常常我们在讲绘本的时候呢，我们 Casey 老师这是他的一个在行的一个领域哈、哦。他在阅读的时候呢，加入了听说读写的各项能力哈、哦。那在绘本也能够非常扎实的奠定我们小孩子的英文的能力哈、哦。那当然透过故事阅读。那要来整合一些单字跟句型还有文法，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哦、所以 Casey 老师在那时候呢来跟我们分享了这样的一个课程。那大家呢反馈的部分呢，有些会员就是说啊，一些万用的一些教具是相当实用的、哦、而且有些那时候线上课也相当的夯，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叫做万用手举牌、哦、那这些东西呢，我觉得上课起来因为这是我们 ETC 第二期的一个赠品的哈、哦、那我们在问一些相关老师拿到这些教具的时候，我觉得反馈都相当的好哈、哦、那还有呢我们在上了小学之后，我们是不是也会让我们的小孩子去做书写的练习呢哈、哦、所以那书写练习的时候，你就可以应用到这个练习的句型条哦，它是可以利用白板笔写在上面又可以擦得掉的哈、哦。那那时候第二期我们也送了各位老师读本两本哦。那你也知道这一本读本呢，国外进口的读本，一本呢大概定价都要200多块钱哈、哦。所以送一送啊，那现场又加送，因为我们 Alan 老师讲到英检哦，现场又加送了英检用书哦，就是我们的 MM Go 系列的Go。Starters, Go Movers, Go Flyers 啊、哦，各位会拿到一本哈、哦。那紧接下来，当然就是我们这个学期啦哈、哦，这个学期就是我们的 ETC 的第三期啊、哦，第三期啊、哦。那今年已经是2022年啊、哦，就是11月了哈、哦，所以我们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视讯内容的分享。那今年呢因为选举哈、哦、我们就弄了一些选举的一些元素哈、哦、比较好玩的梗图放在上面。其实呢我们英文老师的青春其实都奉献给教学了哈、哦。那希望呢我们在 ETC 里面呢能够让老师的教学创造出你应该有的价值哈、哦、应该有的价值。所以呢我们这一期我们找到我们的 Vita 叶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去设计并建立一套统整的英文课程不要在每一堂课的时间呢老师呢都非常的忙碌那怎样的轻轻松松可以简单大家的负担，又能够端出丰富的一个课程就是我们 Vita 老师要来跟我们分享的然后呢第二位呢我们找得到 Cindy 老师沈老师，那有在 Facebook 或社群里面呢你就知道我们Cindy 老师是我们百万人气部落客Cindy 魔法 ABC 教室的版主他分享了非常多线上课在英文这个领域怎么上课的一些好用的 APP还有一些技巧，所以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老师都没有办法的情形之下，都得要在转往线上的课程来上那除了线上课程需要的硬体之外呢，软体的部分怎么样来去做准备这个 Cindy 老师呢，我们请到 Cindy 老师帮我们来做分享连同在做班级的经营管理沟通互动怎么样做游戏的学习，甚至呢线上的评量这些怎么做都会用这堂课来跟大家来做说明所以在我们这一期上课的时候，老师要麻烦您带着您的能够安装 APP 的平板
或者是手机啊，因为我们当转会请Cindy 老师会请老师来安装非常多的 APP 哈、哦，所以这个部分提醒一下各位老师啊，这个硬体的部分要麻烦您期待一下哈、哦。好，那场次呢都出来了哈、哦，那因为今年呢有一些场次刚好有一些疫情刚开放的一个关系呢，很多场次都订不太到了哦。那因为我们的老师大部分都希望在每一周的星期六到日，尤其是比较喜欢礼拜天哦，因为有一些老师可能礼拜六还会要上课，所以呢在场地的这个找寻上面呢我们有遭遇到一些问题哦，所以我们的时间会延到我们12月初哦。所以我们在12月4号我们会在高雄做 ETC 的第一场啊，第三Part 3的第一场。那在12月10号礼拜六我们会在台北，12月11呢我们就会在中部台中。那线上课呢会在12月底一直到我们2月哦。那基本上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说，其实线上课这次我们打算呢将所有的线上课一次性的开放给所有的ETC 的老师，不管你是参加我们的现场的场次或者是线上的场次。那因为有老师在反馈说线上课的整个课程的记录呢反馈非常的不错哦。那偶尔老师听完之后听完一遍可能会忘记哦，那就可以透过这个样的一个线上课的课程平台来做复习跟重复的来观看一下哈、哦。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听到您的声音哦，所以这次呢我们会连同我们 ETC 的一二两场，就是四堂课加上第三场的两堂课六堂课的一个线上课，我们都一并的开放给我们所有的老师哈、哦。那以前来参加我们线上课的老师怎么样来索取我们线上课呢？很简单哈、哦，很简单，透过我们 ETC 老师专属的一个 Line at 的一个群组您就可以来索取我们的开课码了哈、哦。好，那今年 ETC 的第三我们会有送的一个赠品是我们的 All About Today 的主题包啊。那这个主题包也是相当好用的哈、哦，比如说我们在每一堂课程你要做greeting warm up， 或者是你在做 circle time 的时候，这是一个相当必备的一个套装组哦。偶尔老师可能都会用写板书的方式来执行这个部分哈、哦，或者是用一些图字卡，那我们都帮你准备好了哈、哦。那有关的一个方向就是月份、星期、季节、天气、感受，还有我们的时间跟数字哦，都在我们这个主题包帮你们准备好了哈、哦。所以呢，它会有句型条，它会有一些图字的替换卡，可以让你这些在运用句型条的时候放上这些替换的智慧，就可以来非常轻松的来做 circle time 比如说 What day is today? It is Sunday 啊。Today is Friday, today is rainy day 哦，都可以透过这个All About Today 的主题包来做呈现哦。那数字的部分呢，因为我们有考虑到时间这个部分哦，那数字透过这12张的数字卡您就可以教的非常多啊，比如说它已经包含了三个应该是四个零以上呢，你就可以教一万数以上了哈，交到一万了哈，所以呢，一万以上你再加前面再加数字，就十万以上都没有问题哈。所以呢，因为已经到年底了哈，我们也会更送每一个老师一本我们2023年的东西的行事历哈。那这行事历比较特殊的地方呢，也大概跟这边说明一下哈，它在里面有包含14个节庆的教学资源。的一个下载 的一个来源、哦、就是有个 QR code， 然后呢里面可以记账啊、记事都可以、哦、所以这里面呢也有我们东西客服的二维码，然后呢
比如说你在教材 APP 啊，或者点读笔上面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找得到人马上来帮你做解答哈。所以呢，东西的形式力啊就长这个样子。接下来你如果参加我们这次的 EDC 研习，每一个老师都可以拿到这一本哈。所以呢，这一本大小相当的适中，如果你放在你的外出袋里面呢，都相当的方便的哈。那我刚刚有说呢，我们 EDC 所有的会员累积到现在大概目前将近450位以上了哈。那我们 EDC 的 Part 3也是正式开始了哦，所以我们有北中南各三场的的一个线上就是现场的一个研习哈，所以现在开放我们会员开始登录我们的场次哈。那以往呢线上场也要登录哈，那这次就不需要了哈，你要只要参加现场的场次再做登记就好了哈。就是说你要去参加高雄、台中或是台北的研习，你才需要登记哈。如果你要参加线上，需不需要？不需要哈，因为如果你没有做场次的一个登记登录，我们就会全部的帮你放在我们的线上课程当中哦，线上课程当中，所以这样可以减少各位老师的一个作业的一个流程哦。如果因为线上场次参加老师实在是在我们的400多位的会员当中，接近有一半都是参加我们线上的场次的哦，所以只要你的资料填写的是正确的，基本上，这次你不用做任何事情，时间到来参加我们的线上课程就可以了哈。那当然在线上课程开始之前，我们就会把你的线上课程的开课码跟我们的这次的赠品寄到你家去哈，寄到你家你指定的住址那边去哈，这样了解吗哈？所以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哈？那紧接下来呢，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二个重点哈，就是我们在这一次有一个特别的计划，就是由我们的旧会员来做推荐的一个活动哈。只要我们旧会员推荐我们的好朋友来参加我们的 ETC， 他呢就可以拿到一个我们限量的一个亲子的棉布袋哈。它有两个，一个是大人的，一个是小孩子的。妈妈袋呢，就是家长的这个袋子大的呢 ，size 大概是40x32公分哈，蛮大的哈，蛮大的。宝宝袋呢是大概22公分平方哦，那以小孩子来背来提哦，可侧背哦，也可以提哦。那这部分我觉得非常实用，而且我们这个棉布呢是可以清洗的哈，而且厚度相当的厚。而且设计的非常的可爱啊。那被推荐的新老师，你也可以获得一本我们的东西翻翻图典，叫做 Love Refresh 啊，一本。那翻翻图典我们总共有1到3集哈，1到3集。那这个会随机的来赠送给大家。比较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东西的亲子棉布袋呢是限量的商品哈，所以呢，如果老师要来做推荐啊，你的手脚要快啊哈。那棉布袋呢长得就是这个样子哦，蓝色的就是妈妈袋哦，那橘色的就是我们的宝宝袋那都有一个背带哦，是可以背的哦。那Love Refraps 我刚刚有说有3本哦，大概就是长得这样子哦，所以呢你会随机，新会员会随机拿到这一本啊，这个都是额外的礼物，跟这次的 ETC 的赠品是不会冲突的哈，不会冲突的。所以我刚刚讲的 ETC 的赠品跟这次的推荐跟欢迎礼是一致，会送到大家手上的哈。如果你是参加现场的，我们这个亲子棉布袋会带到现场直接交给您哦。那如果是您是新会员，您是来参加我们第一次的现场，当然你也会拿到这本翻翻图典哈。所以啦，那这个部分怎么做呢哈，所以旧会员要注意听了哈，你要推荐的新会员麻烦您告诉他您的名字中英文，还有你的联络电话，就是您的手机，
还有你的会员编号。那这个部分需要在哪边填写呢？需要在我们的线上入会申请表单里面就可以填写，就可以填写。那如果你是填写的是纸本啊、就是纸的那个入会申请表啊、那您麻烦填写附注在我们的那一张申请表单里面，了解吗？哦，所以你在填这个线上入会的申请表的，我们这一次有多了这样的一个资讯需要您去填的。如果你没有人推荐啊，你就直接写无就可以了啊，就把这个栏位给填掉了这样子哈、啊。如果你也要参加这个活动，注意的哦，再讲一次哈、啊，你要把你的会员的名字、中原名名字，还有你的联络电话，最重要的是你的会员编号，告诉您的好朋友。你要加入 ETC 的新老师这边，让他知道你这些讯息，这样我们才能去查核这样子的一个资讯。当我们查核无误之后，你们双方都可以拿到这样的礼物，是不是非常容易呢？哈、哦，所以很简单啊、就可以来做我们推荐的活动了哦，好不好？好，我们一直期待呢哦，就是英文老师的所有的事情，就是我们东西。ETC 啊、举办这个 club 的一个重点哈、哦，所以呢只要英文老师有任何的需求哦，我们都希望透过这个 ETC 来帮助老师来做解决哈、哦。好，那透过我们刚刚以上的说明，不知道老师对于我们ETC 在会员的权益也好，或者是入会的申请啊、还有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推荐的。一个活动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呢可以在这个环节来跟我们提出反馈，有吗？如果我刚刚讲的部分呢您觉得是 OK 的也帮我反馈一下 OK 好吗，让我知道呢你已经非常清楚的了解我们整体 ETC 三年六期的整个研习的计划，还有赠品，还有这次的推荐活动怎么执行。好，谢谢我们徐老师，谢谢我们陈老师、威尼老师。好，我们杨先生，谢谢您。好，上信八哥啊，还有 Kelly 老师啊 ，Vivian 老师，我们现在才执行到我们的第三期啊，也就是六期当中的第三期而已，所以接下来还有连同这一期还有四期。好，那刚刚忘记讲了哈，如果你是新会员要加入我们 ETC， 新会员要加入 ETC 的费用是多少呢？也是1200块。那这1200块呢，会把第一二期，因为你第二期没有参加，对不对？那第一二期没有参加的赠品，我们会补给您，还有课程也会透过线上课程。的整个开课嘛也给您这样子了解哦。哦，所以你交的费用还是1200块哦，所以要新会员要加入不会说因为我们上两期没有参加的课程没有参加到您就损失了权益，不会的哦，相关的课程跟赠品会透过这一次一并交给您这样子。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代表呢我今天呢讲解的相当的清楚啊、对的对的啊 ,Grace 老师没错啊，现在参加的缴交的还是1200块，所以旧会员要推荐给新会员的时候，您麻烦你们跟他说一声啊，我们的 ETC 的费用还是1200块，但是呢我们会补第二期的礼物啊、第二期的礼物哈、那这一次也有赠品的 Vivian 啊、你刚刚可能比较晚啊、才听到哈、这次我们有送一个 All About Me 的一个主题包，还有我们的东西的行事历。那如果您参加我们的推荐活动的话，您推荐的人还会拿到一个亲子袋啊、东西的亲子棉布袋。然后呢，新会员会
拿到一本翻翻图典哦，这次也有赠品的哦，每一次都有赠品。对，如果你是参加线上的，我们会用寄的部分发放给您这样子好，不知道这样子透过我的回答，Vivian 老师有清楚吗？所以新会员也可以选择线上的课程，所以线上的课程，如果你是新会员，你就会拿到非常大的一箱。因为呢，我们第一期、跟第二期、跟第三期的赠品，还有如果你有透过我们这一次的推荐的活动加入的，你还会有一个额外的赠品，大概是这样子。好，如果透过我的说明，对我们东西的整个 EDC 的运作都了解也在这边非常感谢所有老师今天的参与。那我们今天的整个说明呢，就到此结束了，好吗？好，感谢呢，我们在今天拨空到我们的线上会议室来参与的所有的伙伴跟老师，谢谢您，谢谢。好，拜拜，发哥，谢谢。好，Vivian，谢谢，谢谢 Grace，谢谢陈老师，拜拜。好，谢谢 Stephanie。